我们石家庄市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是全市教育系统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之一，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个地区英语使用程度和熟练程度往往能反映这地区的开放程度。为了提高学生的英语学习能力，提升英语教师的教学水平，2014年和2015年，我们陆续组织了900余人次的 Aptis 普斯考试。我们对英语教师培训之前，利用 Aptis 普斯考试进行测试，以此来检查英语教师还在哪些地方有薄弱项，这样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培训结束后，再用 Aptis 普斯考试进行检查，看看培训的效果，前后进行对比。不断提高我们培训的针对性，我们体会这套系统有四大优势。首先是权威，它是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专业团队开发的专业产品，值得信赖。其次呢，是高效，考试测评结束以后，在48小时之内就能够给出测评结果。第三是灵活，我们可以在指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组织考试，不必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第四就是便捷，无论是500人甚至更多的师生考试，都可以有序顺利的进行。 Aptis 普斯考试我是第一次参加，在参加培训前去考的时候感觉是非常新颖，然后我觉得这个考试也是非常全面的，听说读写四大技能全部包括在内，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考试题型属于特别有梯度感的，就是从简单到比较难的。在没有参加这个考试之前，自己只是好像就是一名老师，我每天就是上课然后教学生，对自身的认识没有那么的充分。通过这个考试，我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然后呢也知道了自己努力的方向，对我自身有很大的提高。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拥有一支业务精湛的专业团队，为我们提供着优良的服务，将来还会与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建立更深层次的合作。